三芝国小乐龄学习中心书法班的师生今天举办另类的社区服务活动，准备了超过300份的春联要让民众索取，希望在新的一年也要让民众除旧布新，要分送年节喜气。年节将近，今天三芝国小乐龄学习中心书法班的师生举办另类的社区服务活动，准备了超过300份的春联，要来让社区民众索取。而书法大师谢瑞煌与学生们更是现场就摆起桌子以及毛笔、春联、红纸，要现场挥毫为民众写春联，希望新的一年让民众除旧布新，也分送年节喜气。那真春联活动是我们这几年三芝国小都会办的活动，那主要目的就是展现了我们三芝乐龄书法班所有学员的一个学习成果。另外呢，也借着机会呢，做一个另类的社区服务，用正春联的活动来祝福所有的师生，还有我们社区的好朋友，新年快乐，诸事吉祥。在开笔仪式后，正式宣布民众可以索取春联，可以见到民众络绎不绝，有单一字体、组合字以及家门口适用的春联一应俱全。还有班级导师也趁着难得的机会，带着学生来上一堂不一样的课程，除了认识春联、认识年节，也要来讨个吉祥喜气，祝福孩子都有个愉快新年。没有这次，第一次。昨天晚上有那个有广播，领展有广播。为什么要拿春联？因为要在新的一年要喜气洋洋，平平安安。跟大家一起同乐，一起增加喜气。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有跟他们说，就是因为我们要新的一年，所以希望大家呢都是能够喜气洋洋的。春联是除旧布新最需要的装饰品，因此也有不少民众每年都来到三芝国小报到领取，也有民众是第一次来，希望透过换新春联将去年度一切的不顺遂赶走，迎来新春的吉祥好运气。而乐龄书法中心书法班的学员们不仅仅分享喜气为社区来服务，也为自己带来满满的成就感。小廖平台三芝采访报道。